谢谢。刚才来到现场参加戴姓亲议员竞选总部成立，满腔热血，一肚子的话想跟乡亲分享报告，被我们蒋安委员讲到颜值两个字以后啊，我信心顿时荡入到了谷底。论外形，论帅气，台湾话有一句，这一名好露里面是这样。所以说，讲到颜值，实在是自叹不已。啊，既然已经讲到颜值了，如果我们市长候选人蒋万安跟陈时中站在那里，大家看看颜值怎么样？我顺便，本来戴锡清总部，我们应该以主角戴锡清议员为主体，但是安安委这样一讲啊，我顿时心中百感交集啊，涌上心头啊，我干脆一口气多讲两句。我很想跟陈时中部长讲，报告部长，愁眉苦脸，你没有选票，你怎么越选越苦啊？越苦越选啊，因为你愁眉苦脸，眉头深锁，你去拜托选民的时候握手，选民会说，我是不是欠你的钱没有还啊？真的，什么样会有选票？一个首都的市长，散发的阳光，开朗。灿烂，带领的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张名片台北市走向国际。这个市长如果是愁眉不展，请问选民要如何把票投给你？你看到蒋万安，我们不谈选举，你就会感觉到他全身散发的一种光热，还有诚恳，还有勤劳，对不对？这个还怎么样？我已经快忘了，我今天是来戴锡清总部。越讲越兴奋。他前两天呢，我碰到一个场合，我碰到我们高金素梅委员，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吓一跳。哇，你怎么看得这么年轻啊？短头发，充满着活力。啊，你是怎么保养的？哦，他重力训练。还有一个参会，我碰到何丽玲女士，哇，也是好年轻，啊，皮肤很好。我说你是怎么保养？他说我每天走跑步机40分钟，而且我穿雨衣。我说有穿雨衣跑步的吗？哦，这样会流汗。哦，我呢就穿袜子，每一个人都有一招。我是一年四季穿袜子来保养。但是在蒋万安市长面前跟戴锡清议员面前，我很怀疑他们不光穿袜子，他们可能晚上啊脑袋有戴安全帽。他特别年轻，看到没有？谢谢安议员、安副市长。你候选人，你不用客气，你要赶场先去。所有的好话，你离开我会继续。啊，舍不得走，舍不得走。谢谢，各位好朋友，我们来到戴锡清议员总部，看看大家彼此，左看看右看看。政治是可以充满了欢乐，政治不用剑拔弩张，政治不要造谣抹黑，你咬我一口，我踢你一脚，明天你再踹我三拳。为什么我们台湾政治要搞成这样子呢？当我们选民进到投票所投下神圣的一票，我们希望这个候选人带给我们是希望与光明，是灿烂。如果都是抹黑、造谣、攻击，啊，选到最后韩国瑜都不知道自己爸爸姓什么了，那这个选举要怎么选下去？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士林北投以及台北市民的乡亲，我们是台湾的龙头。我们是首善之都，我们应该做台湾民主政治的典范，甚至做台湾民主的领头羊。下一届的市长可以带领着台北市擦亮台湾这一张名片。台北市这个名片擦得亮晶晶，全台湾就亮晶晶。台北市这个名片暗淡无光，全台湾就暗淡无光。我们希望有正能量、清廉、勤劳、阳光的蒋万安代表我们台北市民担任台北市长，好不好？好。啊，接下来讲戴锡清，好像我实在是今天是为了戴锡清议员呐、啊，在过去总统大选期间，真的是海内外不停的奔波辛劳。认识锡清就知道，他永远是非常非常的热情。松山信义区
所有的乡亲只要跟戴锡金有接触的都会知道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议员。有的人当民代表很苦，为什么？花多，应酬多，选民多，事情多，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这些在戴锡金议员身上看不见，他永远是笑眯眯的。他认为选民服务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我了解戴锡金，他认为选民把票投给他，他为了报答乡亲，他就必须快快乐乐的担任议员的工作。所以松山信义区的好朋友们，我从云林今天早上赶车赶到台北参加戴锡金议员的总部，我真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议员。谢谢韩市长。我希望我们士林，我们希望我们松山信义的所有的乡亲，士林北投请支持汪志斌、张世刚，好几个，还有杨庆宇。杨庆宇，对不起，对不起。各位乡亲，松山信义的好朋友，我们快快乐乐迎向这一场选战，我们欢欢喜喜的把它打完。碰到陈时中部长，告诉他不要愁眉苦脸。然后呢，我们迎接崭新的台北市，希望六号蒋万安高票当选。十二号戴锡金继续服务，也高票当选。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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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总，谢谢韩市长。好，接下来是重头戏喽，我们请蒋万安跟戴锡金合体，然后请韩国瑜呢送他们包粽，好不好？好。欢欢喜喜，韩国瑜，提名韩安、蒋万安，关机莫林、戴锡金，六六大顺，逮到作文，一二一二，锡金来闯喽！我们在为我们的蒋市长高票当选，我们在喊一下，好不好？蒋万安，高帅！蒋万安，高帅！万安，万安，万安，高帅，高帅，高帅！我们也为我们的加倍十二号戴锡金议员，我们高声喊一下：斗帅，戴锡金，高帅，戴锡金，高帅，锡金，锡金，锡金，高帅，高帅，高帅！我们谢谢韩总为我们两位候选人献上我们的包粽，谢谢我们的韩市长，我们掌声谢谢韩市长。欢欢喜喜，韩国瑜，你怎么没有讲？好，然后议员蒜苗动蒜，来，我们请宋议员。哎，国瑜兄做北农总经理，他来送动蒜最恰当了。来，戴锡金动蒜，戴锡金动蒜，戴锡金动蒜，锡金锡金锡金。动算动算动算，加油！谢谢韩国瑜，谢谢万安兄。我们谢谢韩市长，我们帮韩国瑜再一次加油，好不好？韩国瑜，韩国瑜，韩国瑜，国瑜国瑜国瑜，好，我们谢谢我们的韩市长。现在我们的戴锡金议员陪着我们的韩市长跟我们的蒋万安蒋市长，我们先暂时离开我们的会场。